家好，欢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一齐开箱呢个 Eddie House 嘅最新产品。今次完咧就系我参加咗 Eddie House 所举办嘅 KOL 比赛啦。咁里面咧就有30位嘅 KOL 咧一齐同场较靓嘅。咁我都幸运地入咗围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记得睇晒成条片佢啊！咁我今日呢条片咧就会用 Eddie House 嘅呢一个10色眼影盘啦，同埋呢一支最新出嘅 Better Lip Talk 嘅玫瑰气酒颜色做一个示范嘅。咁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开始啦。咁咧，我本身而家咧已经系化完底妆同埋眉毛嘅状态嚟噶啦。咁我哋而家就即刻上呢一个 Eddie House 嘅最新嘅眼影啦。首先咧，我会用呢一只嘅粉红色去做翻一个打底嘅，我就习惯用手指上嘅。而家咧就上咗一个底色喺度啦。好，咁第二个颜色咧，我就会用呢、這个佢眼影盒里面嘅呢一个眼影棒去上嘅，点呢一格眉三嘅粉红色去上嘅。咁我就会搽喺呢一个双眼皮接位嘅位置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夸张少少咧，你染高啲都冇问题嘅。咁我就中意夸张少少，咁我就可以再向上发展啦。系咪好闪啊？超中意。好，咁两边都上完之后咧，我就会上一个深啡色嘅眼影。咁我上深啡色咧，就会上喺呢个眼眉嘅位置啦，去加强翻眼睛嘅深邃感嘅。咁我就拣咗呢一只闪粉比较细粒嘅粉红色啦，去打亮翻眼头嘅位置嘅。咁就完成咗眼影嘅部分啦，跟住咧我就会夹翻眼睫毛同搽翻我平时用嘅睫毛液啦。好，跟住就搽埋 mascara 啦。接住咧就到胭脂嘅部分啦，咁胭脂嘅部分咧我就会用翻平时用开嘅橙通嘅胭脂啦。接住唇膏咧又系用 Eddie House 嘅最新产品啦，佢就系呢一个王牌嘅 Better Lip Talk 嘅系列啦，咁佢新出咗五隻颜色嘅，咁我呢一隻色咧就系玫瑰气酒嘅颜色啦，咁就俾大家望一望，哇哦，系咪好靓咧？搽俾大家睇啦。黐线个效果真系超级靓，俾大家近望一下。就是这样啦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很自然的一个玫瑰酒色啦，超漂亮的这只色。我还收到另外一只颜色的，它就是 OR209 的颜色啦，它是一个偏橙一点的颜色来的。是不是很漂亮？又是很 smooth 的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超笑咯，呢只劲 smooth 咯，劲靓咯，只色系，啊，超中意啊！咁我平时自己咧系唔搽橙通嘅唇膏嘅，因为觉得咧佢会显到我块面好黑啦。但系呢一只咧就唔会咯，呢一只咧因为佢嘅橙通咧就唔算非常之劲啊，佢橙得嚟都会仲有啲红。咁佢呢一只橙咧，其实冇我想象中咁橙嘅，咁就变咗咧，你肤色可能黑少少嘅人咧，都容易驾驭嘅，所以咧，我都系超中意呢一次嘅橙色系嘅唇膏，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去门试试一试嘅。咁头先讲咗啦，呢一只嘅唇膏出咗五只颜色啦，咁我相信大家去到门试睇嘅时候咧，应该都唔会做选择噶啦，因为小孩先会做选择啊嘛。好，
跟住咧就到最尾一樣啦，就係、是、鼻影啦，非常之重要。咁鼻影方面咧，我都係用翻 Etude House 嘅呢一個陰影棒嘅。咁就因為比較肢解咗啦，我揾唔翻佢個身喺邊，所以就係咯。不過都仲用到，因為咧呢只咧。都想食嘅，所以大家咧其實都要輕手少少，好踢鼻。但係實際唔係咁嘅，係因為我打咗燈先係咁。我頭髮而家完全唔亂啊！我想講，好傷心啊，因為實在太熱啦。最尾最尾啦，就係打光影啦。咁雖然而家打咗燈啦，咁但係咧循例都要上一上嘅。咁就係呢一個鼻影位啦。咁咧，如果你中意嘅話咧，下巴都可以上少少嘅，好少得噶啦。佢令到你嘅五官立體啲啦。好多人咧就會上埋呢個胭脂位嘅，但係因為我本身呢個頸骨位咧都係特別高嘅，所以咧我就唔特別打啦。完成未？仲爭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耳環啦。咁咧，我就會戴呢一個之前介紹過嘅珍珠耳環啊。如果大家對我嘅耳環咧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嘅影片嘅。今次條片就差不多了，如果你喜歡我這條片呢，記得給我 like 我啦， follow 我的 IG 和 Facebook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我們下條片再見，拜。今次這個 KOL 比賽期間， Etude House 呢都有優惠給回支持我們的朋友的，上 Etude House 的官網購物埋單前輸入優惠碼 PINKOL， 即刻可以享有全單50%的優惠了。優惠期去到9月30日，需註冊或登入 Etude House 網店帳號，每一個帳號只可以享有優惠月次，優惠亦不得與其他優惠包括折扣或滿額優惠使用。快啲同我一起上官網 shopping 啦！